果果，哎呀，哎呀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，来，放这里吃，嗯，给，果果放在里面，它吃的比较安心，这面吃，那面能看着宝宝。你要是放在外面，它吃一会儿就跑回去了。等你妈吃完了，我就给你弄出来啊。哎呀，刚才搂眼好像有一只眼睛又粘了，我给你叉开啊，给果果喂的是肉粒包和肉肉包两包放在一起了，平时它一包还不够吃了，当妈妈之后胃口好了，嗯，果果，你又回来吃来啦！哎呦呦，你真惦记吃的，我把这个产房挪一边了，然后把这小家伙放这里面。嗯，那小家伙在大一点的场地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。前些天放在产房里，就是怕它冷。但是它还是可能有点热，热了眼睛就老爱粘上。哎呀，那这小眼睛刚擦完哈，还没有那么，眼睛都挺大。哎呀，果果，哎呀，看娘俩儿。娘俩唱歌真像啊！我把食碗拿过来吃。嗯，那你继续在这吃啊。看看小家伙自己走一走，看看。嗯，自己行走行走，行走的荷尔蒙，啊！荷尔没有，只剩蒙了。嘿嘿，对四周。都不熟悉哈，平常在产房里头，这冷不丁一出来，四周都宽阔了。嗯，它现在小家伙能走了，还能，都不是爬行了，好像，小脑袋也不爱扬起来呢。哎呦，你说这光线本来就差一些，果果还拿尾巴给遮光呢。对，嗯，嘿嘿，嗯，就在那呆萌萌的，也不知道瞅啥呢。哎呀，来，果果娘俩来，娘俩合个影，果果转过来，果果，果果，哎呦，哎呀，哼，你瞅挠着你妈胡子了，你妈好不容易留点胡子。眼睛还不小啊，眼睛咱随果果随妈对吧？小猫就得近点距离看呢，就特别萌。哎呀，孩子，这孩子你是在，孩子是在喊妈妈。果果自从坐月子之后，很少出这个房间，所以他觉得。主人要是不在这儿，他就非常的寂寞。哎呀，我在呢嘛，你这吭吭唧唧的了，你老吭吭唧唧啥呀？你瞅你孩子都睡了，留下孤独的小背影。果果也是很苦恼。今天为啥把娘俩从产房里给请出来了？其实这个大的也是个产房，当初是婶婶好看曾在这里坐过月子，果果就生下了这么一孤独的小只。哎呀，独生子女，独生子女，你是独苗宝宝的妈妈，嗯。有，自己，哎，自己还翻身呢。
还翻车呢。哎，跟妈妈打声招呼，让孩子跟你打招呼。嗯，啊，你说老娘进来了。